奇卡利，你什么时候在这里摆摊的？卡米拉，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草莓蛋糕，我也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喝的波波奶茶，全糖哦。哈哈，卡米拉，你对我真好，你快吃蛋糕吧。嘿嘿，你也快喝奶茶。幸亏我提前喝了抗糖蓝，要不然这杯奶茶喝下去，我要胖十斤啊！可恶，居然给我吃这么甜的蛋糕。不过我假装吃也胖不了。哈哈哈。卡米拉，你怎么回事？大口吃啊！难道我做的蛋糕不好吃？哪有。我就是最近胃口不太好。那就好，我们可是说好的要胖一起胖，绝不迎合世俗的审美，做最真实的自己。对对对，来为我们的友谊干了。卡米拉，你在干嘛呀？没干嘛。你气喘吁吁的在干嘛？是不是背着我健身呢？没有没有，刚才吃零食吃的太急了。那就好，你可不能背着我偷偷减肥啊！挂了。烧烤，西卡利，你什么时候在这里摆摊的？卡尔米拉，你居然伪装成西卡利摆烧烤摊在这里诱惑我吃烧烤？那你也骗我，你在吃零食，其实就在健身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们还是最好的姐妹。那就为我们的友谊干杯。